南非，还有是一个 Chinese， 南非，会瑞典的。有趣。你们打篮球是谁最好的？在你们当中，谁打球厉害？密谁打厉害的？Yeah, but not so good. I can play basketball well. Okay, can you play? Show me one. Show me your skills. 好，我没听懂。Show me your skills. 2009年，修一下，修个口语啊！哎，英语最好。来了，曹队。Where are you from? I'm from South Africa. 什么？南非？他又是一个 Chinese， 南非，会瑞典的。有趣。你们打篮球谁最好的？在你们当中，谁打球厉害的？密谁打厉害的？我，我最差了。操作一下，我们看。没有，不用了，操作嘞。来，停一操作一下。干什么？你控球有我好。来，看见没？看见没？我小爱，哎呦，拿过来，放开了，晕。冰马路上面去了啊！一点，再拽一点，这个动作。一点点是，超龙。哎，你超龙，超龙。啊？那个我还没学会。你超，艾弗森的英文怎么说 ？I don't Everson。太牛了，特别像。哇塞！那个球控制的。上不高楼。哎呀！别猜了。说个欧文的上不高楼。我觉得 OK， 还好 ，OK， 还好，走了。OK guys， goodbye， 再见 ，goodbye， OK， goodbye， 再见 ，OK， OK， goodbye， OK， 帅哥你好，你好，你看了吗？帮我们下一个吧。不要走，帮我们下载一个 APP， 帮我们下载一个中国的点餐的 APP 是吗？现在已经下载挺多的呀，在路上都遇到很多说。你再下一个，再下一个，好不好？手机已经没有那个，没有空间了。对，你是哪里的？帅哥，可以。大哥，在干嘛？好，在录像，在录像自拍。对，自拍，没事。打个码吗？如果那个马来西亚我能帮到的话，我肯定会帮。好，是我们这边出来实习的，大学嘛，这玩意儿。我知道了，我已经买了。在哪里啊？在这边啊，也已经买的。小姐姐的还是小哥哥的？小姐姐。你可以帮我也买一个。我已经买了。大哥，你是老师吗？是陈川吗？你是不是老师？我不是老师，我只是学生。是学生，觉得中文讲的非常的。留学。我在长沙是大姐。大三了，不会是中南的吧？不是中南的，你们是中南的是吧？你在哪？你在哪里？我是长沙理工的。哦，你跟金盆里哪里吗？长沙理工。是金盆里那边吗？对，是金盆里校区还是？是哪个校区？天师小吃。是你花去那边吗？就是。我在后面。想商场这边。哦，想商场就是。终点站就是。终点。以后就是有一个金盆岭，一个金盆岭下去，还有几个学校，有一个在循环区吗？有两个，一个是在附近有什么学校吗？附近没什么学校，没有。它是天心小吃。天心啊，天心应该天心哪个学校？你腿不好毒啊！出去那里是不是有个公交站呀？公交站吗？这个我只知道它是终点站，就是这是个路口，不能挡到这个路口。对，要撩美女去那边撩。边上站一点。你说的。OK。中文说的非常好。哦，谢谢。非常 nice。OK， 拜拜。非常好，再买一个。我已经买了，还挺多。没关系，你看你才大三拿出来。现在已经不能再买。你还是在考研吗？考研可以用吗？考研。可以送你吗？不是，我本来自己已经有很多了，所以我就想着我应该。
拆楼。可以打扰一下吗？可以。你中文说的好好呀。哦，谢谢。是什么？是什么任务？你是不是也是学生？方便问一下。我是学生。你看着像个学生。我是学生，对对。你就说你的一个实习任务，可以看一下吗？嗯，我买笔都买多了。你买笔吗？是，我是怎么说呢？在这边也遇到过跟你们一样的。来过，师傅你讲的好好哦。哦，谢谢啊，谢谢。你是来自哪个？我是来自南京。好远。你来这边特地过来旅游，就是在这边读书。不是，我是在这边的旅游。哇塞，好悠闲啊！别没有。交流了。交什么什么？我不会交。交流去。来自 A 四张新玉。哦，我叫马林。哎呀妈呀，不说了。马林，你是在成都吗？不是在成都。Nice to meet you. Nice to meet you. 哎呀，我的英文。很高兴认识你。